哇，这丸子好大一个！这东西节节脆，香啊！嗯，太香了，这一个好大。嗯。太美味了，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今天吃的是红烧肉，还有我们这个羊河，好好要啊。嗯，这个羊河很香啊。对，再给你弄一块霉豆腐吧。对，我们这个霉豆腐独立包装的啊，每一块都是独立包装，香辣味麻辣味可以选。来一块红烧肉，霉豆腐，哇塞，软绵细韧，入口即化，这种熟的货直接吃啊。对，看一下啊，这个霉豆腐你看，看到这个品质啊。对，这个霉豆腐品质特别高的啊，每一块霉豆腐都是独立包装，而且收到货直接吃，都是软绵细韧入口即化的感觉，配稀饭、配白米饭、配面条都好吃。我们那个瓶装的腐乳，你们收到货可能要等一等再吃，这个你们收到货的话直接吃啊。对的。就是，一盒里面是六块，你们试吃一块不满意可以退。对的。嗯，不好吃包退。对。太细腻了啊，看，我们的天气就是越来越凉快，咱们这种下饭菜更加适合我们的胃口啊。嗯，这一款霉豆腐它就是越吃越香。霉豆腐不要大块吃，就是小块小块的吃，吃起来不偏咸。
太香了。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，天气越来越凉快了，咱们这个下饭菜啊，木瓜丝来活动了，19.9块，到手的话是两瓶，每瓶是半斤。嗯，配稀饭好吃。对，他们家的亮点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。看一下每瓶半斤，它的配料表很干净的，它的配料表就是木瓜丝、小米辣、大蒜、冰糖、酱油跟盐，看一下，没有那个脱氢乙酸钠，也没有那个山梨酸钾，对吧？吃的放心啊。也是半斤一小瓶啊。嗯，带一丢丢甜味，放个冰糖，放个冰糖才能保证它的口感更脆嫩，对吧？嗯，它不嫩啊，它吃起来是那种又脆又有点嚼劲的那种。嗯，让我们配个稀饭配个面条挺合适的。对的，当个零食吃一下。不是很辣，中辣的辣度啊。越吃越开胃口啊。嗯，大风干脆，嗯，天气越来越凉快的话，这种下饭菜啊，家里面必备，太好吃了。